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视频为您分享一段特殊的旅程。徒步穿越海峡听起来有点牛。事情起因是这样的：我计划是徒步走完日本本州太平洋一侧的海岸线。在规划起点的时候呢，希望从本州以外的岛开始，也就是北海道或者是四国或者是九州。在查阅网上的资讯的时候，才发现连接本州的跨海大桥和隧道都是有的，可是呢，都不能徒步通行。但是呢，在我仔细研究地图之后，发现了九州岛和本州岛之间的关门海峡，除了跨海大桥之外呢，还有一个人行隧道。徒步穿越海峡变成是可行的，那就试试看，从北九州机场乘坐大巴到小仓站。从小仓站转乘 G2 电车到四门港，再转乘蓝色的嘲讽火车到达终点。在终点那里呢，靠左前行500米，就到了穿越海峡的行人隧道路口。OK，那就跟我去看看吧。Thank you.
刚穿过隧道这边才看一看，在后边就是那个海峡的大桥。我们这个大桥下边有个隧道，就是可以步行通过海峡。今天的天气还行，有点阴雨，但是呢，在隧道里面没什么问题。这上面写的东西就是 tunnel， 就是那个海峡隧道。这里其实本州这边了，我刚才发了10分钟左右呢，从九州那边走过来，这是第一次穿越海峡，步行穿越海峡，以后可能这是一个起点。OK， 那就拜拜。